好，法师，诸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是第二堂课啊，还有一堂课啊，总共三堂。之前是讲了，我们说好像讲二十几个小时吧，还是三十个小时。那这次只有六个小时啊，所以就要精简啊。那上一次有讲到，等于是这个我们叫佛性哈，就是我们这个《圆人论》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就是第五章，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人哈，上就是佛性哈。那其他的什么小人天教啊、小圣教啊，还有什么？什么破相？一个是什么？是唯识还是什么？还是什么显相教还是什么教啊？反正一般叫做唯识啊，那有叫破相教啦，叫做中观啊。那他这边叫什么名称啊？人天教啊，小圣教，然后再来。那一个法相教啊，然后他们就是把它分为就五个人天教，然后小圣，然后法相、破相，然后直显心性，大概分成就五个啊。人天教就是儒家，就讲究那个人天善法的人天教。那个小圣教是整个是解脱，要进入内盘的。那法相教就是在探讨这个生命啊，由这一期的生命转到另外一期的生命，那它是也是第八世是一个载体啊。小圣教不讲这个部分呢，就你解脱了以后就不管了啊。那小圣教那个不是那个法相教，解决了小圣教的一个问题，因为小圣教。就是因为你造业受报，那迷惑，对不对啊？但是我还没有证阿罗汉的时候，我怎么从这一生的业转到下一生啊？好像小圣没有交代啊，他们就是你造业嘛，那个业报，所以你来这边投胎。那至于你这一生造的业，他为什么能够转到下一生啊？我们现在科学家也讲不清楚的啊，因为科学家是物质主义，对不对？我很明显的，你今天造了业，一定要什么？等于是我们的那个档案一定要储存在什么硬体里面的 USB 嘛，哈。包括我们现在云端，请问云端是真的在云端吗？还是有硬体？应该是有个非常大的硬体，有没有？你跑到云端进来，云端在什么？跑回来到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硬体啊。反正只要是你认为啊有硬体才有心，那你这个就说不通了啊。就是我死了以后，很明显的，你这个四大的身体就败坏了嘛。那你怎么样把你这一生造的业啊？转到下一生哦，那这个佛教是基本上是什么？由心啊变现成物质哈，这跟科学家很不一样了。物质是由心变现的啊，科学家是认为有物质才有心啊，然后就讲什么什么什么放电啊，这是什么什么放电一大堆理论啊，然后你讲得通，但是。灵魂啦、或是你这个什么，这个过去式的那一些催眠啦，你就说不通了啊、那现在我们不再探讨科学家啊、现在是从佛教啊、佛教的就是这个小圣教解脱了，对不对？那他们只要看怎么样可以解脱，他不管这一个还没有解脱的时候，
你这一生造的善业、恶业，为什么会传到来生去啊？我想你们都养过小孩子嘛，而小孩子就是什么，一样是父母生的两个小孩，个性什么不一样啊？有些很好带，有些什么嗔心很重，有没有？有些很乖巧啊，对不对？那一定是有个什么东西进来了嘛？可这些东西怎么进来的？ 对，一定是心事。心事是什么？是载体。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嘛，就是上次不是讲敲钟吗？敲你听到，那声音没有你也听到吗？对不对？不是声音没有你就没有听到啊。所以这个能听的心啊，不会因为声音的有无而什么而有无嘛，它不会灭了，就是我们这颗心啊，能知的心性啊，不生不灭。好，你一定要识别啊，哎，上就是一个事实，不是识别啊，就是这是大家的经验啊。我们这颗心，哎，心性或是佛性或是空性都可以讲啊。我们这颗心性既有见闻觉知啊，还会录影幻影，有很多功能，但是它没有相，它不生不灭啊。所以说你死了，躯体败坏了，这颗心不会死啊，这个认知心还是在那边，但是因为还有执着嘛，所以它马上在划线另外一个什么，我们叫做维系的身体，有时候叫做中阴身啊。那只有说哦，你往生以后，那不再有什么生灭了，那就我们进入涅槃，就回到心性的本身，这是小圣教的啊。所以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叫做乞婆啊。佛罗斯有一个叫乞婆，那他只要敲这个鼓锣，就能够知道这个人往生去哪里了啊。说任何一个人的鼓锣，他一敲一敲就知道他去哪里。那有时候有一次佛陀就拿一个阿罗汉的鼓锣让他敲哈，他敲一敲哇，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啊，因为他什么，他们阿罗汉是信念不再生。那我们不是信念了，我们喜欢再生啊。你看我们的心就一直在什么，在取相嘛，抓相嘛，就是再生嘛。我们什么事都没，什么事都没有东西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高兴？我们会无聊，因为抓的东西不知道要抓什么，有没有？除非你有禅修，那就不在乎啊。那我们这个再生，所以你这一个往生以后，身体败坏以后，你那个心事还是继续会抓啊，就另外一个身体跑出来了。那今天就有人问我说：“佛性跟神是什么关系？”哈，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有佛性跟神事啊，心事。我们叫真妄合合啊！现在每个当下，我只给你们看看好了哈。我们现在我们有个一定有个佛性啊，是应该讲说就是佛性了啊。在佛性的这个既有见闻觉知的这个功能，那它无相的这个，或是这一个事实也可以，或是这一个本质也可以哈。那我很最简单就是一个他什么东西都没有都不是，但是他有见闻觉知的功能的虚空。我们的虚空是没有见闻觉知，对不对？你现在就也不是想象啦，就是你现在的那个心性哦，就心如虚空，但是他有见闻觉知，就我们的佛性既有见闻觉知的虚见闻觉知，但是它像虚空，什么都不是啊。但是有见闻觉知的功能啊。好，这是大家的经验。
是吗？对不对？你们现在心可以听，可以看，可以感知，我们还可以录影放影啊。那就是这个是当下每一个人都有的功能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哦。你这个心就是既有见闻觉知，它像虚空的，但是如虚空的有见闻觉知的虚空，在这个虚空之下啊，或在这个空性啊，因为叫做空性啊，那空性跟虚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什么有灵性啊，有灵性的，好，你就讲有灵性的虚空啊。好，那我们在每个当下，你们现在会不会感觉到？你在这个空性之下，有色相，有色声香味触，不是有色声香味触法组成的，我们叫六层，有没有？你往内积也是色声香味触，往外也是色声香味触，这是不是大家的经验？我想应该是啊，不是应该是的、啊，肯定是的啊。好。在这个经验之下、欸、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色、啊、我们看到的色相现在一个一个人的、啊、我以前比较喜欢用波浪、啊、我们今天波浪还不多、啊、等一下可能会多一点人形的波浪对不对桌子的波浪、啊、我一般叫做色相、啊、我们现在有桌子、啊、有天花板有地板、啊、有投影机、啊、墙壁、啊、所以看到的色相也有声像，我现在有讲话。如果大家都讲话，那就更多的声像。我再往外的话，有鸟叫声、风声，对不对？好，那应该也有味道，对不对？如果你比较灵敏的话，有些人什么，涂香水，对不对？有些人可能汗臭味哈、哦。好。色声香味，如果你在吃东西的话，你也会感觉到什么酸甜苦辣的。那身体你有各种感觉，那别人的各种感觉你也都可以感知、啊、还有你自己内心有各种想法，对不对？假设你也可以读别人的想法，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叫做说，你个人的内在的东西叫做内六层啊。就是你记忆中 的那个，那往外的叫做外六层，这加起来就是全部被你感知的。好，色层以外，我们现在看到的色层，现在这边这个波浪，色层的背景就是虚空，虚空是不是也是被我们感知的？有啊、哦、我们是有感知功能的空性，那可以感知。无量无边的虚空，对不对？那声音，声音我们这边讲，这边的声音不多、哦、你声音，你再把它这个扩大，假设你的心很灵敏的、哦，你可能可以听到什么美国那边讲话的声音，甚至可以听到什么金星有人讲话的声音。啊、不管怎么样，这些声音一定是什么，在无量无边的背景之下呈现的声音。算不算？你现在你的声音，如果在大自然当中，就是在一个很极静的状态之下，你听到一个声音，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看看哦，我们在每个当下就是有色、声、香、味、触。我们对虚空比较有兴趣，还是对小小的声音有兴趣？有没有那个人讲一句话？我不是这样子啊！你看他讲一句话是一个什么？一个小声音而已，对不对？小声音是在无量无边的极静的虚空当中一个小声音。无量无边的虚空，你也感知到嘛，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比较对声音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会感觉有一个心啊、哦，比如说看到这一个人是演示，那接下来我看到他以后，我去连接我的记忆的，跟他的恩恩怨怨，有吗？哎，就从演示马上跑到我们叫做意识，就你记忆的东西，然后再听他的声音，
又跑到耳室，那你总是会觉得有一个心跑来跑去的哈。这个有个跑来跑去，这个叫第八识，这个是跑来跑去的。那这个你总觉得有一个主体的我，从听到声音，你不会觉得是我心中浮出声音的，你会觉得是我听到他讲我的坏话，或者他赞叹我，那我有修养，我碌碌不动，有没有？那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很明显的，我们的心就在这些小对象里面，什么？你总之有一个小对象，有一个主体的小对象在，从看到，然后接下来我赶快用方法，碌碌不动，你总是有一个主体的什么？有一个主体的我们一般叫它攀岩心，上就是妄心在跑来跑去的。那在妄心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是有一个心是什么？是不动的心，不动的空性当中，然后你看到有一个小，就是四心在这些小对象里面跑来跑去的，我们叫真妄合合，是不是这样子？那因为你对这个有兴趣，你会觉得这个被我看到了，在我身体前面那一个色相是张三，不是，那是色相，是你心中的色相，但是我们认为那是张三，然后你产生很波动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你的空性当中产生一个波浪，小波浪的小波动的波浪，你不会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波浪跟你无量无边的虚空所呈现的空性所呈现的虚空，它是一点点而已。所以书上说，我们都是小眼睛、小耳朵，有没有？就在这些小小小的东西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啊，正望而合。那这个部分因为你跑跑去的，所以这个变成一个什么？你的一个心性的一个什么操作模式？那我们可能从来没有人告诉你说，我可以回到空性本身，或者回到没有对象的知，我们叫转世成智啊。我们一般人可能这个也听不懂啊，就听懂了也不知道怎么操作，不知道了。那大分类就是什么？有对象的知，然后这个对象老是在变来变去的知啊，你借助那个什么参话头或者是莫照就是什么，什么东西都不碰触，什么东西都什么，你心都不停留在任何现象上，你就会回到不生不灭的空心。那就我们今天来讲，就要讲这个部分。那我们从我们众生从有对象的知，会一直进未来记忆，就是用有对象的知，然后会把有对象的知切割为我跟他。那你看看，这个谁不应该讲那么快，不过还是从最后来讲起比较好。就最后的这一个啊，就是一真人性，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啊。那这一个一真人灵性，就是我们现前能够看、能够听、能够想、能够录影，但是它不会生灭。声音消失了，你这个躯体败坏了，那个能知的心还是在那边的，不会消失。乃至于你睡觉，你那个能知的心也没有睡着了，没有，是我们不会操作哈。这个那些开悟的人，他们是身体睡觉，但是心是没有睡觉的哈。那这一个一真人性，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啊。然后，就当下，我们都每个人都记住的啊。那佛陀在什么？在什么什么夜读明心，什么开悟以后不是讲吗？奇哉奇哉，什么众生皆有
我比较喜欢众生都有佛性啦、啊。你讲如来智慧德性，那个是什么东西？搞不清楚。众生都有一个认知的心性，有没有？就这样子，就灵性嘛。那个灵性跑到眼睛叫做看呐、啊，跑到耳朵叫做听呐、啊，跑到记忆里面叫悔恨呐、啊，有没有？气死的，有没有？跑到一堆妄想里面就要气死的，然后跑到什么感觉好好高兴，有啊，这个是大家的经验，那就是那颗心呢、啊，那颗心就是一真灵，一真灵性。你那个心假设有对象的知，就变成什么？变我们给它叫做变成什么？叫做妄事，叫做事心。一般我们叫做事心，就是它会生灭的。高兴了以后，到最后什么，在表演的时候，好好什么？你们晓得那个影星啊、歌星在唱，哇，就好嗨，对不对？下台以后怎么样？会不会落寞？会落寞哈、哦。你如果懂得一真人性的话，就是什么嗨也很好，然后落寞也很好。但是，一般他们他们不会享受落寞的感觉、啊，因为落寞跟害没有差别，还有什么？你跳得正起劲的时候，请问谁跟你鼓掌？是你。下面的台听众有10000个人，那10000个人都是你，10000个都是你心中的波浪。你相不相信？要请他们来修禅哦。你唱得很好，那你害也没关系。那下台。然后变成不害也很好，禅师是平等的对待、哦、不会觉得那个，因为都是我的、啊、连台下的听众都是我的、啊、所以你这一生、哦不管你辉煌腾达，还有什么辉煌腾达的相反词是什么？落魄是吧？穷啊穷，哎什么什么什么潦倒是吧？落魄潦倒哈，你要令到落魄潦倒哈，不是落魄潦倒跟什么？跟辉煌腾达，你不会喜欢辉煌腾达，也不会讨厌落魄啊，落魄潦倒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师父就跟我们讲说哈，你跟皇帝站在一起，你不会觉得哎呀受宠若惊，那跟什么乞丐啊？homeless 的在一起，你不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跟他在一起？不会，因为这两者都是什么？他们没有讲原因，这两者都是你。你不要以为身体是我，那旁边是别人，不是。我们起自他想，这些旁边的叫做外五蕴，身体叫内五蕴，通通是你的。或是旁边的叫做外六尘，你这叫内六尘。外六层、内六层，通通是你的。你想象你在做梦哦，梦中你跟皇帝在一起，梦中你辉煌腾达，全部都是你的梦。但是，因为我们不觉得是梦，所以我们要好梦什么，继续维持。那坏梦要转为什么好梦？就弄了半天，你不知道原来都是你的东西啊。而且把坏梦转为好梦，可以转起来啊！你没有想到，你可以从梦中醒来，超越什么？没有梦的就不能也可以叫做梦了啊！你就可以在一念当中，然后什么？我们《阿弥陀经》不是什么？不是有讲吗？一念当中什么供养什么？十方一佛，因为什么？这是你心中的东西。有我们不要说太厉害，我们打禅期就有人会有什么自大无外，自小无内。我们2000年在禅期，至少有2个人，他们就处在那种状态啊。心性感知的范围非常大，就是自大无外。也不是开悟，但是
你不要去像 小眼睛小耳朵一直在抓什么小对象啊。可他们也不会想到说，哎，全部都是我。所以就是你最好是能够体证的，没有体证的话，你就用教理知道全部都是我的。你记忆中的敌人，这个冤亲债主是谁的？是你呀、啊，你录影起来的啊。这个一定要讲。我们记忆中有没有一大堆的冤亲债主，还有贵人？有啊。就那个债主是对方吗？不是啦。我这个已经讲了十年了，但是我起来还是把它当真呢。你们听懂了以后，你还是会当真。但我说我知道被骗了，我会知道。另外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的记忆除了有张三李四的贵人，还有冤亲债主以外，我们会什么？会加进去我们的各种情绪感受，有没有？譬如你去，现在要见什么贵人啊？假如你去见什么？现在不知道见谁比较高贵啊？这个好像总统也不怎么样啊。就以前见师傅啦，哈，假如说有人你去见吸引老和尚，对不对？现在也不在了，对不对？现在不知道见什么，你觉得哇，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谁，对不对？哈，你可能可以见到什么？见到你心仪的什么歌星、影星，对不对？然后请他签名，对不对？好，你再想想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觉得，你记忆中的那个歌星啊，或是总统啊，根本就不是他？会不会？你又认为那是他、啊，对不对？我上次已经讲了，对不对？这个假设你不懂的话，你要回到那个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那个佛性，然后它显现所有的法界，你就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你的心性啊，一个是什么有小对象的知，我们现在是有小对象的知，因为我们生下来，我们都是以身体为我的啊。我们用身体为切割点，把自己的身体跟外在切割为二，对不对？用这种方式的话，你基本上你就会用这种方式运作你的妄心。我看的时候就是有对象的看，而且就是什么，这颗心大概不会停下来。如果我们打坐，你就知道哈。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叫什么？有精神的时候就妄念一堆，对不对？那打妄想，打累了以后就什么？就打瞌睡，对不对？那睡饱了以后又起来，什么？打妄想，有没有？这两个兄弟配合的非常的棒啊！那假设你今天也不打妄想，也不打瞌睡，就入定了哈，入定那里的你。你感知的范围就会变得宽广。那假设你又比入定还厉害啊，你的心就是跟定一样，但是它是没有对象的定。我们一般都是有对象的定，你的心安在什么？安在呼吸上，那每天都是呼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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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入定了。那你是有对象的定啊。那开发智慧的话是没有对象的定，我们叫做自信定，就是右祖坛经讲的自信定。假如你没有对象的定，那你感知的范围就是十方世界就会呈现出来。另外就是你的心，你就发现你的心性跟佛的佛性，你的佛性跟佛的佛性，还有跟众生的佛性没有差别，完全是同一个东西。叫做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啊。
然后再从那一样的佛性再反过来看看我们这些众生是怎么出来的啊。那这边就会讲到，你看一真灵性迷碎，就是为什么我们长成这个样子啊？你们有没有发觉？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从来没有嘛，哈。总结就是，这个就是我，对不对？啊，有一些人，就是可能就生活得很什么，很不如意的时候，他说：“我不要再来了啦，我要去阿弥陀佛世界了啦。”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我、哦、好苦，好苦啊！我要去极乐世界了，对不对？只有那时候才会想到啊。如果很顺的话，会觉得好苦，好苦，我不要在这个世界了。就是你，我们迷哈、哦，就是被这些现象迷了啊、哦，迷了啊、哦。那我们今这里面也有讲到，就是怎么样。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性当中本来是没有什么，本来无一物了啊，就是六祖坛经讲的，本来无一物。那我们现在我们的经验是有啊，有山河大地啊，有众生啊，有造业受果报嘛。楞严经把它叫做什么？叫虚空世界众生业果。就几个字，虚空世界众生业果，八个字，对不对？你们把它背起来啊，这个不会太难了，对不对？八个字，那我们就在虚空，我们自己创造了虚空世界众生业果里面打滚的哈，不知道滚到什么时候。通常没有来学佛的话，就一直滚滚下去了。那、啊、滚什么呢？就是你的佛性，就弄你，利用你这一个人的一个果报，我们叫做引业啊。你投胎的时候，你有六个机会嘛啊，就六道嘛。其实还有四圣呐哈，有四个机会，但是四个从来没有想过啊，那就跑到六道了。那六道有所知道的，入取率最高的是临界众生哈，跟什么，跟畜生，还有跟地狱啊，入取率比较高的哈。我们人的入取率不高呢，有没有听过？啊，师父说什么？我们的什么七哥切龙200亿呢？20亿还是200亿？20亿，七哥切龙啊。我们全世界才60亿而已、啊、我们七哥切龙就20亿的啊。那像我们美国我们那个七哥切龙那样大的树，哇，一堆。所以就是说，入取率最高的就是什么？鬼道啊，鬼道，然后畜生也是入取率很高、啊、就是一个，我看到我们一个图里面，就是打开整什么整窝是不是啊？都是蚂蚁，可能就是像可能手掌大的那个什么一个土，大概可能可以几十万个蚂蚁住在里面，对不对？哎，当蚂蚁也不用什么赚什么要什么要赚钱呐、啊，什么还要什么什么要打扮啊，都不用啊。我刚好整天蚂蚁就是整天这边在我们的水这边跑来跑去这样子而已啊。带两个工作嘛，就是觅食啊，然后就繁殖这样子而已嘛，不愁吃不愁穿了，不用什么、啊、什么什么会冷啊热啊，对不对？那这些基本上就是什么，你的心性变现出来的，你的佛性变现成蚂蚁，变现成这一些。像我们讲说人哦，人的人比较不容易哈、哦，人当人有什么好处？修行当然不是，是造业啊。
一样是佛经，对不对？一样是禅修，你看一看，来读佛经来禅修的人多少个？我们这一次在山上刚好自觉营，也不过100多位而已，对不对？100多位，然后1000、1万、10万、1亿，不，10万、100万、1000万、亿，是亿。好啊，100万可能才100万、1000万、1亿，100万个人才来。如果我们这样，大概总共是100万个人才有一个人来学佛。那学佛以后，是不是就继续学？不一定呢。对呀、啊，然后我看 YouTube 哈，那些唱歌的哈，那几万个人、十万个人，我很努力的讲的话，1000。我看，800了，900了，有没有？好不容易得到人生，对不对？他们会不会珍惜？不会啊。对啊。那我们，你来这边，你听到这些东西，你有机会啊。也许你还是什么，再多到其他道也有，就是啊。但是你有这些概念，你知道花姐就是在每个当下有两个大的选择哈、啊。这也是我是这样混了30年才知道了啊。每个当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啊，一个是什么？没有对象的，我们叫不取向的啊，一个是取向的，这两个大分类。取向的就是什么？就是六道，包括人，包括天啊，有取向的。那不取向的是四圣。不取向，你就是要懂得。他背后的道理也懂得怎么操作，就心不停留在哪里，叫什么因无所住，有没有？这个一般人是看不懂的哈。我以前刚开始，出家之前看六祖坛经，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是一向三昧里面就讲说心不住相，我看不懂，我只看懂后面就是什么。善恶境界，不贪不嗔，不取不舍、啊、那时候只懂得说好了不喜欢，坏了不讨厌。可是前面更重要的那一个是心不住相，就心不取相，那个是大分类，最主要的分类，心不取相。那、啊、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去练习，去默照啊，默照的这个叫做什么？默照我们叫观前身、啊，就心不停留在任何地方，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体验到，有一天，我选择四圣的操作方法。四圣是什么？佛、菩萨、声闻缘觉，他们共同的就是不取相的。那我们六道的啊，就十法界里面，大分类有取相的。那一个是没取向的，那没取向的话，有功能的度众的功能，那我们叫做什么？进入，等于是进入生死，但是不被生死什么所拘，或是所困啊，或是说在生死当中没有生死，或是说，在生死当中他本身是处在涅槃，没有生死就是涅槃，啊，这个。啊，名称很多啊，其实也不用记那么多。反正你心没有住相以后，有时候我们叫能守双亡啊，能守双亡一定要入流王所。我们山上有个入流王所，就你的心往外就是有对象，所就是有对象的啊。那往内不去取相，叫做入流王所，并不是有一个叫往内的啊，不取相那叫入流。那么一般就是取向，取向就是就相信你的什么，你的人的业报、啊、我们整天在使用这个佛性、啊、大概只会什么钱赚的更多啊，然后吃一些养生食物，对不对？我们现在啊整天就看到怎么养生，对不对？那怎么样哈、啊？怎么样？这个开车的话不要被罚钱，对不对？啊，
我在看到我这些同学就在就整天就在讲究这一些啊。那这个是佛性的功能，这就是相续众生的功能啊。假设你还造善业，那可能来生又是什么？又能够人天果报？那没有的话，就入息最高的会等待你啊。我们变成一条小猪，你晓不晓得你变成一条小猪？通常不知道了、变成小猪、小狗，变成一条蚂蚁、通常你不知道的。有一次佛陀就问舍利佛说：“这只蚂蚁你给我看一看哦，它过去生是什么？”舍利佛看了八万四千劫都是蚂蚁。佛说八万四千劫以外他是比丘，看他已经乐此不疲了啊。当蚂蚁他们也不会很挫折，如果有挫折表示他什么，他已经什么看到宿命了啊。所以你看蚂蚁他们也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对啊。啊，所以你不用担心了、当你变成蚂蚁的时候你也是很高兴的啊。你们注意看、所有的那些我们看得到蚂蚁高兴我们看不出来，对不对？小狗小猫你只要看到他们都是很高兴的，有没有？有没有很苦恼的小猫？好像不多。有没有苦恼的小猫？好像没有，刚出来就是什么、又什么 又活了、他晓不晓得他前生是什么？是人？不晓得。但是这个都是佛性的功能，你的佛性变成业识，然后也是因为我们把身体当成我，那这一个相续的力量就会让你一直相续相续相续，因为你没有操作过什么我心不住相的操作，没有操作也可能也不会、没有听过也不会，对不对？那这个教理你没有的，当然就知道我们一般人叫做什么，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嘛，对不对？是人天善、人天啊、人天果报嘛，也不错啦，对不对？说好话，整天说好话嘛，没有。就那个人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是好话吗？”没有。那这些全部都是佛性的功能，你那个心的功能。那我们在。因为不懂得无所住、所以你在说好话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个我在说好话。你只要觉得有一个我说好话，你说好话一定是跟说别人的好话嘛，对不对？假如你要说好话，不管你是说好话还是布施，只要你有对象，请问你能够没有选择的布施和没有选择的说好话吗？大概不会，对不对？那个人专门讲你的坏话的，你要说好话有点难，对不对？你们看到人就生欢喜心，很难啊。大概就是有对象的嘛，你只有三轮体空，有没有？就是心不起任何相，再看到这些全部都是我。你就可以什么对每一个人都什么都起欢喜心，其实不是对每一个人呢，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让你生欢喜心，所以叫对每个人说生欢喜心，有没有听懂？就没有对象啦。三轮提供就是没有布施者，没有受施者，没有受施物。那为什么要受施？因为在我们的心中就是有你嘛。我们一般的布施什么，我帮助他，那以后他可能，我们一般讲说，我布施他，我当下欢喜心就很好了嘛，他要不要回报没关系嘛，一般是这样子嘛。现在要三轮体空，就是要转化这一部分的。你这一部分你有对象的布施，你就是受限的，你不会。毫无限制的对所有的人布施，因为有对象的，因为是也碰到冤亲债主什么，
你布施很难，有吗？那只有是三轮体空的，全部都是我。我借着对所有人微笑，对所有人什么什么什么，来去取代转化我业力，我的业力里面，我认为有我有你的。他要三轮体空的布施，还有三轮体空的持戒都有哦。我们叫布施波罗蜜，还有什么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啊、精进波罗蜜，还有什么？禅定波罗蜜，还有智慧波罗蜜，多个波罗蜜就是三轮体空。你也可以讲说没有，就是我用另外一个表达，没有人就是布施波罗蜜的话，我们叫三轮体空，没有布施的我跟布施的人。另外持戒的话，假设你是波罗蜜嘛，就是没有持戒跟破戒。那精进是没有精进跟什么？没有精进跟懈怠。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哦、有一次有一个，可能是那个禅师啊，可能是黄檗禅师的样子，可能是黄檗禅师啊。那有一个人打坐，那个打坐不知道是谁、至少有一个是躺在地上的、那个应该是临济啊。那坐在蒲团上，然后腰打直的都没有打瞌睡的哦，我们说舌底上颚哈，那收下巴，姿势做得很正的那一个哈，他就用那个香板顶他，说你怎么那么懈怠？谢谢那一位啊，我们看的觉得是他比较精进嘛，那个比较懈怠嘛，可是你是禅师，你知道，人家是躺着啊，躺着修。不精进不懈怠，躺着修，你知道吗？他是坐着修而已，他躺着修不修？他不修了。而他修是什么？是有取向的。他是什么？很精进的，不取精进相，不取懈怠相。有没有听懂？不取精进，不取懈怠，你要很精进的哈。原因的是，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很努力的，不做任何努力。有没有听过？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禅修，我们会讲很努力的不做任何努力。那个破戒，也不破戒，也不持戒，这很不容易的。他们基本上就是不住这一边，不住那一边，有吗？或者说你持戒，你不会觉得有一个我在持戒。那就用禅宗的祖师来讲，有吗？不是。砍猫也是啊，有没有杀猫，然后对着佛像什么撒尿，有没有？都是这种不住。还有，礼佛啊，这个有一次有一个禅师啊，应该可能就是临济禅师啊，那去一间寺庙啊，然后那个什么寺啊，那一个。那个等于是那个智克师就带他去礼佛、就问他说：“你先礼佛还是礼祖师、他说：“两者都不礼。”因为什么呢？能礼所礼什么性空寂，就被我礼的是我的空性，能礼也是空性你的第一念，你的第二念是不可能顶礼第一念的。你们大概可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就算了、就是你嘛、上次我们有讲过了，能理所理，所以他就是什么，他就不顶理啊。那一个智克师，不懂他，不懂啊。他说，他是跟你做什么冤家，你为什么不理他？我们一般看不太懂啊。那他们就是一直在修什么，心不住相。我们一般起你有持戒相，你就会有一个我持戒，对不对？那你只要精进的话，一定会有个我精进，我懈怠。那这一个不取相的哈，不取精进相，不取懈怠相的那一个是可以努力的哈，可以学的哈。那里面就是要什么？
大家要懂得，四念珠也是这么修的哈，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有佛即走过啊，无佛莫停留，有没有一大堆的哈，就是心不取向的，反正就是心不取向的啊。好，那这一些这个部分就在你的佛性当中，你每个当下，不用讲得太远了啊，你每个当下，我们的佛性。就本来具足，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些小现象当中什么取舍，就像我妈妈讲的说，有看江边，无看城门，有没有？只看到什么针孔，没有看到城门。你的心。虚空那么大，你看不到，只看到什么？对方讲一句话，对不对？就是气死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还是讲说，对方不是人，上次讲过了哈。对方是我心中的波浪。啊，你对方如果是人的话，就是对方他这一个布袋戏里面的那只手，有没有？我们之前不是用布袋戏吗？我这个就像一个布袋戏嘛，布袋戏会动，是因为里面有一只手嘛，对不对？手让它头动啊。那我现在我这个像布袋戏的这些身体，也是里面有个佛性，佛性才是我啦。那你假设，就禅师跟禅师上面是什么？只有佛性才是人，其他的都是我心中的东西。就任何一个像都是我心中的东西，那任何一个像都是你心中的东西啊。有点类似，我要做一个比喻哈。我这边有一台电脑，那电脑我打一个你好吗，那我就把这个信息传给所有的人。那另外一个人听了以后，他听到你好吗，他也马上回到我不错，那他也不错，那也传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在每个人就在他的电脑里面看到他的什么，他自己的身心现象，也看到别人的现象，但是你还是看到你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哦。我用电脑的比喻哈，这边的这些人像，就是你相当于你电脑里面的一个影像啊。也相当都是我的影像，那我发出声音来，就对这些影像发出声音来，那每个人的佛性就像一条电脑都收到了，乃至于你听到我这句话以后，你听到我也听到，然后你觉得你不高兴，你不高兴，马上你是传出来传给大家的。我们是一般是抓不到别人的内在的想法，其实假如你可抓得到的话，那本来就是什么，全部公开。那唯一的就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比如这边全部都是我，全部都不是我，但是对我们凡夫来讲，我把这些现象切割为我的身体跟外境，我们凡夫是用这种方式的，那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方式的。那比较厉害的人是他。不会把自己的身体跟外境切割为二的，就差别在这边。这样应该可以听懂嘛？哈，可以听懂啊。可是你就发觉，啊，怎么操作啊？可以听懂嘛？哈，嘿，圣人跟我们，你不要讲说他很厉害，他可以变那个不是圣人哦，哈。圣人不是说我现在变成两个人，变成三个人了、啊。我可以观察你的什么，你现在在想什么？我可以什么宿命通啊，可以天眼通，未来发生了、啊，那个不是圣人。圣人是在这边的时候，我的心等于是这边通通是我的佛，都是我佛性的东西。我不是从我身体这个位置往外看的，你只要记得这样就好了。你只要记得，你就发觉你是凡夫还是圣人。凡夫，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每个当下都这样操作，你也不会想到说我要操作心不停留在哪里的。我们的心是以身体为中心的探照灯，对不对？是不是？
以身体往外探照的嘛，就有对象的照。圣人是什么？心就像这个什么如虚空，身体在他虚，在他这个收的心，在他的虚空的这些什么的空性当中。那我们是空性，躲在身体里面往外照的，对不对？差别这个很具体嘛，哈。好，那因为不觉啊，这边不觉产生五明月相，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心是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这可能可以，这个是这个是无明月相、能见相，这个是好像是大乘起信论的讲法啊。楞严经也好像也有这么讲啊。楞严经它不会讲不觉，楞严经是讲你以为你的心。要感知一个对象，才要感知作用。如果用英文来讲啊，啊，就是你的心。如果用英文会比较容易讲啊，啊 ，You must be aware something 啊，你要感知一个对象，有没有？只要有对象，就产生能感知的我跟所感知的对象。你认为你的心要感知一个对象，不晓得我们的心从来都是没有对象的感知。好，这是楞严经所讲的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活成这个样子？因为你认为你的心要感知一个对象，那就有什么能见相跟境界相。就变成前后链，变成生灭的前面，生灭的什么前后链？那这一个就是什么？他们叫三系啊、哦，三系。我后面有这个，有讲到这个部分了，就是楞严经的。我们来看看哈，有没有这个床真起妄啊、哦？这个是。这个有没有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哦、那就真心那三系六出、哦、你们把它背起来、哦、三系六出啊、哦，系道你不觉得是妄，这是烦恼。你们会不会觉得你看到我是烦恼？我是两年前才知道，原来这是最细的烦恼，最凡夫堕落的。最核心的烦恼，最核心的烦恼，我看到你就是烦恼了哈，不是我看到你很高兴，你看到我很高兴，我看到你很高兴都烦恼哈，乃至我看到你我心不动也烦恼，为什么？有我跟有你，有吗？有我相有人相，这一定想办法要把它记起来啊。那这一个我记得燕果叫了什么？见闻如幻意，有见有闻，有没有？见就是看嘛，闻就是听嘛。有见有闻，就是你有能见跟所见，那就有点像是什么青光眼还是什么，还是白内障啊？不是白内障就是青光眼啊？不一样没关系啊，就是眼睛有疾病了啊。他说如幻意了啊，幻意可能就是应该讲说。应该是可能是白内障啊，说什么呢？要用什么把它挑出来啊？以前那个什么，有个什么东西把它挑出来啊？对哈、啊。好，那这个三系六出，我们一般人从来没有觉得我看到你是烦恼，我这是两年前才看懂的哈、啊。你们现在听了以后，可能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刚才有人讲说佛性跟无我啊，其实佛性就是真正的我，我们叫做常乐我净啊。这个《涅槃经》有讲常乐我清净的净啊，就是真正的我。那无我是你的佛性，或者你的佛性也可以叫做空性啊，在
佛性当中，譬如说我们刚刚下课五分钟啊，十分钟了啊，你从你的座位走到厕所再走回来，我们会感觉我的身体事实上是不是我走到那边去，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走过去，但是我们会把身体当成我，这是第一个错误了啊。我们把身体当成我，那这个例子我就会用，就假设你在这边坐在这边，你正在打瞌睡，睡得跟死猪一样，那我把你载到厕所，再把你抬到厕所，再把你抬回来，牵成录影。我问你，你刚才去了厕所，你不会承认，为什么？你不知道。那现在你眼睛睁开，你只是用你的佛性啊，那把你这个尸体啊，用尸体啊，把你尸体把它搬到拖到那个什么，我们叫拖着死尸拖到洗手间再拖回来嘛。那么我们会觉得有一个尸体啊，就同一个尸体这样移过去啊，那不是。如果你用照相的技术啊，你现在坐着，接下来站着，坐着站着，那个把它拍成我把它讲说90张照片啊，坐着的照片，那接下来站起来的照片，左脚的照片，右的照片，你把它摊开90张的照片，第一张并没有移到第二张去，对不对？就是90张独立的照片嘛。第一张是第一张，第二张是第二张。你从这边移到厕所，实际上是相续的，左脚右脚，坐着站起来，是坐着也没那么快，坐着然后也要打直，这样就有好几张，对不对？都是各自独立的。那你从这边走到厕所，左脚右脚，左脚右脚，90张的照片，你把它摊开是90张独立的照片，并没有第一张跑到第二张去。但是如果用我们现在 PPT 把它放，你就会感觉有一个主体的我，你会觉得有一个主体的我走过去，没有，是一个幻觉，没有那个我，没有，是有90张的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好，那我们现在身体其实一样，我们身体是可能是一念几亿次的生命，你这个身体是几亿次的生命啊！你不要以为我是同一个身体哦，它是几亿次的生命。那我之前我去泰国看到有一个出家人，有一个修禅的人，他看到一棵树，那棵树是一直什么，一直生灭的，不是不动的，是一直生灭生灭刹那刹那生灭的。可能第一张的像跟第二张的像是一样，但是它是第一张灭掉，第二张起来。那我们身体也是一样。你如果是用现代的显微镜可以看，我们是不是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一直在变化？那你这边是70兆多，全部都在变化的呢？是不是都是一直在变化？但是我们感觉到好像说没有变化嘛，其实说一直在生灭的啊，一个身体在生灭，所以你从这边移过去也是什么？也是在生灭。好，那这个就是没有我，有走到洗手间的现象，没有我走到洗手间。这个如果用声音来讲就比较容易了啊，比如说你好吗，因为你好吗马上消失了，对不对？那唯独我们的色相不容易消失，他们叫做坚固妄想哦。如果用霓虹中，用那个什么，之前有个霓虹扇也可以了，或者说现在那一个，以前我就讲槟榔西施前面不是有一个广告吗？有个什么12个灯啊嘛，然后你把它转快，第一灯亮，那熄了以后，第二个灯亮，有没有？就你就感觉有一个第一个有一个灯从一点走到两点走到三点，有没有？其实没有。那我们现在这个也是一样。无我是讲没有个主体的我走过去，那个是被你感知的现象。
有几个错误啦，也是被你感知的现象，被你感知的身体，能感知的什么？佛性才是我嘛？怎么把被感知的现象当成我？你走到洗手间去，对不对？身体是被你感知的，对不对？被你驱动的，被你感知的。你除了身体，你感知身体以外，身体是动向。那身体以外的地板、天花板、桌子，然后厕所，这都是镜像。动向跟镜像是无知无觉的像，是被你感知的像。怎么把被感知的动向当成我？所以无我大概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没有一个从 A 移到面去的啊，没有。另外一个是它就是没无我，没有一个有走路的现象，没有一个我走路啊，有我从这边走过去的。啊，第二个是什么？是被感知的像没有资格称为我，因为它无知无觉。就我们叫非我，无我大概可以两个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在时空穿梭的主体，有从 A 这样相续的什么现象波浪发生，但是没有一个主体从 A 移到 B 去，没有，就是无我啊，或是说我生气，那接下来我产生一个想法。并没有一个我从生气，然后移到想法去，那再移回来生气，没有，就是这些现象有相续，但是没有一个主体的我。从我们叫触受有，我们叫有触受爱取有。如果你们懂得色因缘啊，色因有触受爱取有。譬如说你们看到，你们透过眼睛看到我叫做触嘛，用眼睛接触到我叫做触，那产生感受叫做受。感受以后觉得还蛮不错了，那产生喜欢，然后再产生想要一直想要抓，我们叫触受爱取，那就产生相应的一些身体的行为，嘴巴的行为，有没有就想要听，对不对？那这些一直重复，这些重复的现象波浪当中，并没有一个主体的我，我看到。我什么？我乐受，那我喜欢没有？它相当于这些现象，这些现象就在你的空性当中，你的佛性当中。那这些你这些感受的现象，而且你这些感受的现象是跟虚空比起来是一点点而已。你看到的，你除了看到我这个色相以外，你还看到什么？旁边的什么？旁边的这个叫什么？也不会讲了，荧幕啊、哦。如果你再往外的话，还有旁边的虚空。其实你每个当下看到我这个小波浪、小泡沫，旁边还有这个什么荧幕的波浪。再往后去的话，山的波浪，再往上去，无穷尽的虚空的波浪，就是被你感知的。怎么可能被感知的变成我了？能感知的那个能力才是我，被感知的绝对不是你啊！怎么一个无知无觉的怎么变成你？这带无我有两个错误哈，你们要去懂无我，就从这两个去，就一个是他没有资格称为我，叫做非我；那一个就是并没有一个主体从看。有个我从我看跑到我生气，跑到我悲伤，没有，就是这些各种感受的现象、想法的现象，还有这些什么你看到的现象，相互在你心中像这个什么，像荧幕这样子哈，那就挤那一个我们的荧幕哈。我们的荧幕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三系六出，有没有？你现在看到荧幕有三系六出，你会觉得那个三系六出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在那边其实不是，它一直生灭的。它一秒钟从左扫到右，从左上角扫到右上角，从
上面扫到下面一秒钟8000多万次，一秒钟我们有算过了，一秒钟8000万次，就是一个光点，一个光点。以前那个电视机有没有？那个后面不是有线圈嘛？有那个什么后面这个什么荧幕是不是？还是不是那一个印象馆有没有？印象馆后面不是有一个有一个线圈嘛？那现在就射出一个电子，然后投到那个荧幕的什么最左上角。那第二点再移过来，第二点再移过来，一秒钟，那一个是，如果你没有懂电子的，一秒钟8000万次，所以你会觉得三七六出是不是在那边没有？它一直生灭的，我们竟然会觉得它生灭吗？不会，对不对？桌子你也不会觉得它生灭，跟那个一样。这个在那个已经叫做坚固妄想，坚固它是一直重复的出现到你不觉得它什么。它是消失的，就像那个什么，我们说霓虹中有没有？槟榔西施旁边那个在吸引你注意力那个什么，一个灯有，你就觉得有个灯在跑有没有？没有，就是一点的亮，然后接着两点的亮，并没有一个灯从一点跑到什么，跑到两点啊。那我们这一个我们的动画里面有个叫霓虹扇，就讲这个部分啊。这样知道吗？无我你。只要被感知的这一项都没有资格称为我了，这叫非我了。那这些现象当中，没有一个我在，有一个主体的我在穿梭啊。你认为有个我，那就轮转啊，就用这种方式。哈，我也挑起你只是产生一个我会死掉的波浪啊，是你由觉性产生一个我会死掉的波浪，并不是你那个觉性会死掉，不会。你的觉性虚空不会死，不生不灭。但是你把我会死掉这个想法当成我，那就在这个不生不灭，就产生一个虚妄的妄事，叫真妄合合，有没有？啊，就是你，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操作了。有一天，真妄合合的跑到蚂蚁去了哈，啊，机会录取机会蛮大的哈，没关系，反正。只要有录取就好了，不用担心，因为你担心的也很好，担心表示你记得了，那不担心的也很好，反正就蚂蚁就蚂蚁嘛，对不对？以后你抓蚂蚁来说，哎、欸，你苦不苦啊？他说不会。假设你可以懂了，他们已经不觉得苦啊，他们就是什么安分守己哈，默默的耕耘一生啊，哎呀，可能应该可以。可以那一个啊，那有些通的人，那么可以跟蚂蚁对话啊。好，那你看哦，我们就是因为一念不觉，就认为我的心要感知，有没有？你认为你要感知对象，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假设都没有事做，你要如果感觉无聊，你就完蛋了哈。因为什么？你这个要抓起对象的心，就不会什么。不会断掉的，为什么？因为有机会让你无聊是最好的啊，对不对？不要抓东西嘛。但是你不抓会难过哈、啊。其实你不抓的时候跑出难过，难过就难过嘛。我不要抓不难过嘛，有没有听清楚？你难过的时候，你不要想要抓不难过。我们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想抓不难过？无聊的时候会不会想要抓有聊？对，你不要抓有聊，就无聊就是无聊嘛。好像无聊没有比有聊差啦，那就是荧幕里面的波浪嘛，对不对？这个要你要去试哦，哈。好，你看哦，虚空世界众生业果，他很快就讲这样子而已。其实什么，你的心从。本来无一物，然后产生虚空，就是你现在你一直要想要感知一个对象，那楞严经会讲到说，你要想要感知一个对象，然后就来回的感知，来回感知的话，只有就变成一个被你感知的真心，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跟自己下棋的老人，你们可能有看过一个影片。
跟自己下棋的老人，这个老人在自己的位置下了一步，然后再跑到对方对方那个位置挥一步，再跑回来自己的位置再挥一步，他来回跑，永远是什么？只有一个人。但是你来回跑的时候，你刚刚那个地方就会留下什么？留下痕迹，那你会觉得他还在，就像什么？就像有我们有一支一个蜡一个什么一根香，有没有？你快速的旋转，这个圆圈是没有的，但是你会觉得圆圈就形成一个圆圈呢。这个圆圈是已经消失的，假如你觉得它还在，那就变成一个消失的真心。真心本来是佛性，本来真心就是佛性，佛性本来有见闻觉知，它消失了，假如它还存在，就变成无知无觉的物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真心，它已经消失了，假如它还在，就变成物质。所以你们知道吗？科学家听说吵了20年的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动，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来回来回来回的已经消失的什么？消失的真心啊。光是波动还是粒子，是不是要真心去做判断？要不要？如果你闭起眼睛，你死掉了，你会不会说它光是波，光是波，或是光是粒子？不会嘛？世间所有的现象，假设没有心去什么去分别它，这个东西都不会出现的啊。所以曾经有一个人，他自然自己认为他自己很科学啊，他就跑来问我说：“如果我死掉，这个世界还存不存在？哈，客观的世界还存不存在？”我说：“你死掉以后，你绝对不会问这个问题。你这个不合乎事实啊！他自己他觉得他很客观，没有，他根本就是什么不科学啦！你死掉，你不会问这个问题啊？那你活着就没有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活着就是，反正现象是因为你的新的认知才有的啦。”你认知是消失了，你很简单的嘛，这个世界不是有吗？你睡觉的时候，你请问你这个世界还在不在？若是在的话，表示你没有睡着啦，对不对？肯定的嘛，你就是让这个世界不在嘛，才能够睡着了嘛，对。那 有很多人每天躺下去，就是这个世界不会消失，所以很苦啊，是不是？失眠就是这样子嘛，清清楚楚的嘛。那我们每天躺下去的话，就是什么一睡觉天亮，上就是一睡世界就消失到天亮，对不对？那我讲说，第二天这个你熟悉的世界又浮出来了，告诉你没有保证的哦。你总有一天你躺下去以后再浮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忘记了它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其实不是在醒起来的，打从你躺你睡觉以后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对不对？当你躺下去没有醒来，其实跟平常有醒来一样，都是进入一个世界，只是在醒来而已啊，是不是这样子？我这样讲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就是你的心性浮出你熟悉的世界啊，白天是浮出熟悉的世界。眼睛一睁开，浮出熟悉的世界，躺下去，你也不在乎它是什么。当然一定要不熟悉的，如果还熟悉的世界，表示没有睡着嘛，对不对？有很多就不想，然后不听，对吗？就很努力的把这个你熟悉的世界暂时搁在一边嘛。上就是心性什么？心性就海水跟波浪的关系，海水跟波浪的关系。然后我们生下来，到死啊，你都有一个很主要的力量啊。上次也有讲过了，不过这个还值得讲啊。生下来，你就用这个佛性想办法，让你这个小波浪
是活着的状态，对不对？吃饭是为了活着，对不对？那运动是为了健康而已，不是为了活着而已、哦、是不是？运动会不会让你活着？不会，是 吃食物才会活着，对不对？食物、空气、水是让你活着的这么、主要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个东西是你的业识，你的业识、能够让你这个身体这样的现象、出现一百年，最主要是那个业识啊。当你的意识不再让你这个身体出现一百年的话，你什么运动吃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了，因为意识要什么要移民到蚂蚁界了，或者到另外一界去了，它就这样子而已啦，就是你不会死啦，就是你的什么你的波浪变了而已啦，所以没什么可怕啦。啊、所以你看这个世界虚空，你一直这样一直相互的什么一直要感知一个东西以后，那先活出虚空，再不断的跟已经消失 的东西，我们跟已消失的前念互动，那这时候世界变现出来了。那世界变现出来以后，接下来就复杂了、哦、就什么我们叫做什么看到亲人爱敌哈、啊，不是爱人跟情敌，一般叫父母啦。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爱人跟情敌啦。男生的爱人是谁？妈妈啦，对不对？像你妈妈。女生的爱人是谁？爸爸嘛，对不对？那一旦你跟你爱你妈妈，那你就变成男生；你爱你爸爸，就变成女生。结果你的佛性就什么？被套了这个身体里面，其实是身体在佛性当中、啊、那假设你把身体当成我，那从身体这个往外看，然后往外听，那建立你的经验世界，这个是我，那其他是外面，那。你又觉得身体是我，我要活着，自然而然你就想要什么活命，你就要去身体以外 去取得什么空气、食物、水，对不对？我们一般叫做工作啦，其实就是谋生啦，其实就让这个身体活着了，对不对？假如你去工作，然后买不到空气、食物、水，你干不干？没有人会干的啦，哎、你看着为报效国家，报效国家是没有这个身体没人活，你没有办法报效的。空气、食物、水，因为你想要让身体活着，才能够做其他事嘛，对不对？那空气活着，你把身体当成我，你自然去抓起食物、空气、水，那就有外界合意不合意的。我们现在去。找工作22K 能不能养活身体？可以的，但是你会觉得什么外境不如你的意，因为你跟人家比嘛，对不对？那没办法、啊、对不对？因为想要活命嘛，想要活命是很简单的，我们要活着什么？活得舒服，对不对？要买得起房屋，对不对？那就什么？就觉得我们就活命以后，接下来叫活得舒服嘛，对不对？以前我们住的就是什么一个破房屋，对不对？大家挤在一起，现在叫一个人一间，对不对？要几百万，对不对？是不是要活得舒服？那活得舒服就的话，你就是外境会如意的话，就狠狠抓住，叫贪。不如意排除，对不对？就什么贪嗔，就是产生业嘛，造业嘛。透过身体产生身业，就是不如意就嘴巴骂，那说打人，对不对？你的儿子这个不听话就用身业嘛，造一个身业打过去啊。
那当然先异业啊，异业看不顺眼嘛，嗔心嘛，那就造业受果。那就这个都是什么？都是你佛性以身体为我而产生的什么波浪？波浪？那你在你身体以外的波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是你啊，不是外面有个小孩子，就像梦中一样，大家不懂，所以就会造什么贪嗔的恶业，贪嗔痴的恶业。那你觉得我这里是我，那就有被你看的对象，那就叫愚痴，叫无明。那上面叫什么？西方世界众生业果。那六处叫什么？自相、相续相、执着相、记名之相、造业相、受果报相，差不多啊、哦。自相就是分别，分别你我。我们以身体为我，就会分别你跟我。那这个分别详细的，对吧？分别就是分别好啊、坏啊。那执着，这是我，这是你。大家用，然后再用什么？用我们语言文字分成我跟你。请问动物会不会分你跟我？上面没有文字，会不会分你跟我？动物会了，那也会。他们还是会以这个身体，因为你可以驱动，你可以驱动自己的身体。那别人的身体你没办法驱动，他们就会觉得这是我，外面是外境，其实都是全部都是自己。我们人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我来讲说、哦、外境我。众生这些名相、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语言来表达，来标示一个对象。我们文字有这种功能，动物的文字太少了。我听说这一个蜜蜂啊，蜜蜂出去觅食，那看到一个花蜜，就回来告诉他同伴。啊，他告诉他同伴说有花蜜，听说做什么又三千哈、啊，表示有花蜜啊，哈、啊，走三千。他们文字太少了哈、啊，像我们讲说你好啊，你好，有吗？啊，有吗？我们说花心跟花心，有吗？我们就不一样的意思了哈、啊。哦，花心，花心，有吗？蜜蜂没那么多字哈、啊，几个字而已。结果、同伴知道说要去采蜜，那就要那一只蜜蜂引导你去，那我们不用，对不对？我告诉说 你现在去超市，超市在什么路，你往左转啊，什么什么的就去了，有没有？我们可以用文字，对不对？文字来叙述，包括我们说佛性，对不对？你要对蜜蜂讲佛性，他不要讲说对蜜蜂，你跟个小孩子讲政府，他就听不懂了。政府，因为小小政府，政府对小孩子是抽象名词，对不对？因为他要长大以后，然后去七公所，然后去交通部，去什么考驾照，然后去总统府，然后见识到这些什么公务人员以后，政府就是变成不是抽象名词，是一个经验上里面你可以指出来的。指出对象的一个名词，佛性也是一样，佛性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抽象名称，因为你没有去对应，用这个佛性来对应，所以讲说你佛性就是见闻皆知这个功能的。假如你没有去修持的话，这个佛性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名称而已，就像小朋友的正午，有没有两三岁的正午一样，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我们佛经、我自己的经验，佛经所有的名相都可以对应你现前的经验，所有的名相，你提出什么我都可以解释，只是你可能也听不懂。就佛性你一定要听懂，就是佛性跟波浪、佛性跟现象，那我们叫做佛性把现象再分成五蕴，分成什么六尘，分成什么十八界，再分的其实就是佛性跟现象，有点是海水跟波浪，把这些很复杂的宇宙，把它切割为成为两样，一个是能认知的佛性，然后所认知的现象，就这样子而已。好，那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产生种种不同的波浪，我们已经被这个
被这些奇怪的波浪啊，很奇的波浪，已经迷失在这个波浪的现象当中了。好，那这一个，那你产生什么虚空世界，然后众生业果，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由来，有没有？你起了以后，然后你又认为这是我，那畜生，不管是畜生也好，鬼道也好，天人也好，都是会有一个我跟外境的，只有活菩萨没有啊，全部都是我，我不会取以哪个为我，哪个不是我，这样不会是。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头过来啊，那讲了半天讲的，啊，还是要这个嘛，这一个。这个因为你一真灵性就是佛性，有时候叫一真法界，有时候叫涅槃妙心，一大堆名称，有时候叫人际中叫做什么，叫做无畏真人，不在哪里的位置，就像就是佛性，但是他用了无畏真人、哦、那这边用一真灵性最主要是要接引什么，接引儒家道家，所以他用什么一真灵性呢？因为道家可能用这个名称，佛家基本上没有用什么一真灵性，我们一般就是讲佛性呢、啊。但他会用什么？要接引道家，接引儒家哦。啊，我们听过，人类是万物之灵的。对不起，所有众生都是万物之灵，他们灵性没有。没有什么，没有输给你，只是身体的限制而已，并不是灵性消失的啊。有一个，就是这一个低能的，他的活性没有低能哦，你们要记住哦。你中风了，你的活性不会中风，只是什么？你的活性想要什么？要睁开眼睛睁不开而已啊。是身体，等于是什么？车子的什么的那个引擎有问题啊，里面那个司机还是好好的啊，就 踩下去要加油，车子不动而已啊。你的灵性啊，一般叫做灵性嘛，所以他就要跟着灵性。我们佛法叫做什么，叫做佛性，或是叫空性，或是叫觉性。那灵性是什么？因为一般人就是什么，我们是万物之灵嘛啊，那请一般人讲灵性，灵性有哪些特质？一般人也讲不出来。我问我们很多人说，相片跟你本尊有什么差别？一般人也讲不出来。那常听我讲说，哎呀，相片没心，我有心。那常听我讲了，就叫有心。那心有什么功能？也讲不太出来。一般就想了半天。就是什么下面不会笑，我会笑；下面不会呼吸，我会呼吸。那下面我会什么？我会站起来，他不会站起来，很有限，想不到。那这个灵性就是什么？有无穷尽的功能，见闻觉知是主要的功能。见闻觉知，像我们还可以计算，可以什么归纳？有没有？我们现在你。你在学习的时候，因为你本身就是有这些功能，可以归纳，可以计算，可以设计，可以创造，都是心性让种种的什么现象把它弄出来而已。那这把它弄出来的过程当中，世间法叫什么？叫做创新，然后叫做什么发明？那基本上就是见闻觉知，你用你的手，用你的经验，然后把你要的现象那弄出来。我们心性，我们的灵性就有这种功能。那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它有录影跟幻影，录影跟幻影的功能。所以你从小时候到现在，就是都不用安那个什么。我们现在车子有什么气啊？车子有什么？不是那个叫什么行车什么监视器啊，什么记录器，就是录影啊。那我们的心没有一个气比我们这个还棒，我们录影录音
入味道，入什么？入感觉。我们入六种，还有入妄念，有没有？你随时都入了，而且不用插电，呵呵，不用插电，不会故障，绝对不会故障。你就是晚上也继续入，而且他这个他那个什么，像我们那个什么行车记录器录了多少就什么就满了，对不对？我们这边我们真的就是什么，我们这一个我们这个灵性，我们这个佛性的录影功能，它是储存在云端，不会爆掉啊，保证不会爆掉。你看看你有没有看到两个人爆掉？不会啊，不会爆掉。那这一个部分这么棒的部分，但是我们因为只会注意什么局部的现象，你无量无边的现象，你可以记录无量无边的现象，可以感知无量无边的现象，结果我们自己自我设限，因为你把身体当成我，就设限了。所以他们实证无我的时候，他们的心是不在身体里面的。像师父，你看他。看他的眼神，你不知道以前呢哈，那现在已经往生了。你看他眼神，你不知道他心是安在哪里的。你只要你的身体不见的，你带这种感觉就会跑出来了。你的身体不见的，因为我们是以身体的四大所形成的六根，我们的六根应该是五根了哈。眼睛是四大组成的，在身体里面；耳朵四大组成的，在身体里面；鼻子四大，嘴巴、舌头四大，身体四大，全部都在身体里面。那你透过四大的眼睛，透过四大的耳朵，自然而然的，你会觉得你所感知的现象是在外面的。那身体，你自然是以身体为主的往外看的，因为你要透过眼睛、耳朵、鼻子，要透过五根，所以你会觉得你有点像是总经理啊，那坐在五个部门，眼部门、耳部门，什么眼、耳、鼻、舌、身的部门，然后有一个公文，透过眼睛的什么。瞳孔，然后再传到视神经，再传到大脑，再传到你这个总经理这个部门来，算不算？耳朵也是一样，一个音波的文件，透过听神经，然后传到什么听神经，然后传到什么什么什么皮质的哪个地方，反正你就是坐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会感觉我的心是在身体里面的，不是。你睡觉以后，你就不会觉得心在身体里面的，因为你不用眼睛看，不用耳朵听，所以睡觉就会有神通。只要不用眼睛看、耳朵听，就会有神通啊，就是只要用眼睛看，你看的就不会看得太远，看得太细。但是假设你不用眼睛看、不用耳朵听，就有神通。一个是禅定，一个是睡觉。那重点我们不要讲睡觉哈，现在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心在身体里面？为什么我们会建立身体跟外境为二的？这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建立起来的。你把身体跟外境切割为二，你就会觉得这个是我，那是外境。没有，身体被你感知的，外境的声音是被你感知的。你能够感知是感知什么？你身体外面的声音，身体外面的色相波浪，你感知不到。你前面那个人形的波浪里面的那只手，你感知不到他的佛性啊。开悟的人是以佛性为人，不是以色相为人，对不对？他有人开悟，你就知道，就是佛性对佛性。那我们是用佛性去抓这个色相为我，抓外在的色相为别人。所以《金刚经》就讲什么无我相、无人相，有吗？无受者相，就人一定有见闻皆知啊。那我们会感觉我前面那个人眼睛在瞄我啊，是心透过眼睛瞄你，还是眼睛瞄你？你会觉得他眼睛瞄我，还是他
他瞄我，你只要有个死人，你有没有看过死人那个眼，这个死相那个眼神，有没有看过？你这有没有看过死人那个没有眼神的那一个？有是吧？那个神不见了嘛，对不对？那现在你是活人，你也是死人的眼神啊，只是一直让他动，结果你就感觉那个什么眼睛瞄来瞄去的，是里面的那个什么信念一直浮出来而已。那信念的一个什么一个源头就是佛性嘛，言论论就在讲那个佛性才真正的是我啦。那这个要跟我讲哈，就因为这样子。你把身体当成我，那把它分成外境，那从此以后就什么，就生死相续。而且你看看嘛，我们生下来就想活命活得舒服，这两者什么，一直都是你佛性最主要的功能。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从生下来到死。就把佛性的功能限制在用在什么呢？用在让身体活命，然后活得舒服。那如果一点的话，还要什么？活得比别人什么有尊严，有什么有成就，对不对？当然他们不懂的。你比别人有成就，那个别人是你，不懂对不对？假如你去那话里说哇。到头来一场空，原来别人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哈。做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做梦的话，张三李四，然后你觉得你很成就，别人都很羡慕，羡慕的还有你，全部都是你，前后恋而已，对不对？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有啊。好，你眼前，我说不是的你。不清楚，好，我们拉到记忆来，因为记忆想到张三李四，是不是就跟梦境一样嘛？记忆中的想法跑到睡觉叫做梦境，白天叫做想，那心境叫做梦想。那你把梦当真，把想法的张三李四当真，叫做颠倒梦想。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操作颠倒梦想，然后比较关键的是，你不会觉得颠倒，对不对？不会觉得颠倒吗？你呼出张三来，你就觉得是张三本人，不是？是你录影的影像。假如你这个真的懂的话，你重新再来看待你的什么？看待你的记忆。先从记忆开始嘛，记忆可以看清楚，有张生的影像，没有张生在里面，有感受的感受，没有我在舒服不舒服，有想法，没有我想，那这些都是你的东西，也都不是你。好，这一个可以懂了以后，再拉到现实的生活。你眼前看到一个人，我们就不要，我们不要说他不是人了。你看到他，你气死了。请问你是气鸡还气他？他对你微笑呢。你说 I don't care， 为什么？因为你的记忆当中，你会觉得什么？他根本就是什么？就是暗算我嘛，对不对？请问记忆等不等于他？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你是看到记忆，不是看到他。好，再来，上次我也讲过了，对不对？你眼前的这个色相，不是在你身外的色相，是你四神经后面传到四神经后面的一个色相，对不对？全部都是你嘛。你用这种方式来讲，再来看待你的佛性的功能，要重新什么？重新转化了，因为什么？全部都是众生的功能。六祖坛经叫做什么？就是迷的时候叫做众生用。你的佛性把
现象分你我，分好坏，那叫做众生用，叫做迷的用，叫做颠倒用。就右禅讲说，那物的用或是佛用，就是什么？你不会去分现象，我跟你一定要讲我跟你，就是我的佛性，你的佛性，因为只有佛性可以什么？可以取相，见闻皆知，其他被我们感知的都不可能是灵性，不可能是言人，有没有？言人论就是。一定要有灵性，才能够辨知好坏、取舍。不是辨知的对象是我，但是没办法啊，这个我们是会，因为你虽然你懂这一些，但是你的念头呼出来，你已经什么，已经被他什么拉着跑了啊。所以，除非是你自己又能够懂得禅修的方法，我们比如说你去。练个话头，练到哇，你要练到那个像那个谁啊？他有两个人嘛，一个是广钦老和尚啊，他练佛练到第一个练到禅堂不见了，其实他还在禅堂，但他所有的佛号，所有的什么要去感知禅堂的。的那个妄念全部变成转化为佛号，这第一个。第一个就是禅堂不见了，那最后他不知道他在哪里，那接下来佛号在他佛性当中，他没有讲佛性啊，在他心性当中，在他空性当中一直呼出来，就是没有禅堂，没有什么。没有他身体，但是那个佛号在那个虚空当中，这样一直呼出来三个月，那我还是，这是虚云老，不是这是广钦老和尚的嘛？那我用我一点小经验呢，没他们那么厉害啊。我是参话头，参到我的身体不见了，因为什么？要去感知身体的这些妄念全部什么？抽到话头去了，所以我不感觉我的身体存在啊。我是走路的哦，不是打坐。然后我要去用眼睛去看这些外境的，全部被抽走了，所以我眼睛没有焦点。那这时候你不会撞墙，虽然没有焦点，你不会撞墙。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过程了，就是说这是可能的，因为我参话头参两个月啊，两三个月。的一个小成就，跟他们比起来还早、哦、那你的心感知的范围会非常大。假设你能够用这种方式，不管是参话头或是默照，你就发觉我们的心性基本上是可以顺着以前的，就在这些小对象抓来抓去的，跟我什么都不抓，我们叫入流王所，反闻什么文字性，或是什么不触视而知，或是什么心无所住。就是六禅经的什么因无所住，有没有？我们金刚经的什么不住色、不住相生、不住色生心、不住声生心，就是你不去碰触色生心，就是没有对象去碰触。那这个就是言论论要讲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懂了以后，再回头过来看这一些人天教，还有什么教什么教。人天教、小圣教、破相，然后什么华相教，然后他们就是在努力，但是要从这个究竟看还不够圆满，所以他有时候叫偏前，要偏前，不是究竟。我们今天好像时间到了的样子，还有两分钟是吧？就差不多了哈，讲的好像跟上次差不多是吧？其实，我觉得讲这个可能对你会比较有用啊。可是你再回头过来看，其实我是有讲到啊，就是我没有在讲说那个分析那一些东西，我还是以什么用你现前经验可以什么
可以对应的，就是这个名相可以对应到我现前的身心境是哪一块。我讲的好像是这样子的。那至于你有兴趣的话，你自己慢慢看呢，因为光光一个名相，你可能几十年你都搞不清楚他在跟他讲什么。是不是希望把所有的名相都什么，就在这样的一部经里面把它讲得很清楚？那我们有菩萨他说，看了第一章以后他就不看了，为什么？全部看不懂。好，我们今天就到此，还有一堂嘛。